在环保力度持续加强、招工难、成本高的多重施压下，毛毯企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，因而智能化毛毯生产模式应运而生，裁缝一体化，自动出成品。为了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，全自动毛毯机再次升级，实现折边包边一体化。根据客户工厂实测，毛毯每小时产能均可达300到400条，可做门幅范围 1.5米到3.2米，支持多个商标，自动纠偏，省料高效。在降成本的同时，自动化带来的标准化又确保了产品品质的提升。人工缝定毛毯的过程中，容易出现毛边、起皱、尺寸不一等情况，而自动化可完美规避这些问题，实现品质标准化，助力企业转型升级。